对，剃光头适合。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是自作孽。怎么做怎么来，我就认命啊。对面走了一个大狗熊，哎，谁？就是把脸泡在水里面。好像没用哎。我是有用啊，我的没用，我也没什么用。那你被否认了。可爱可爱，最可爱了。这是啥？买房？必须买房。先把前面的剪了，然后后面就塌掉。掉队吗？是不是有人把我举报了？不是哥哥不爱你呀、啊，只是我是农村的，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。